下你想谁？身上赛过霍林辉，冒军赛过孟姜飞，干将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和鞭炮地雷亲过嘴，上校的人啊，风中追夕阳，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容进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好了，今天七个小组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就剩下今天的名次发表了。在此之前，三位评委老师，请把你们的分数交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手中。同时，现场的好朋友，投票现在开始。接下来我将公布中国喜剧力量第四场竞演的名次，我们的顺序将从三四五开始公布，排在第三名的小组是以78分的优异成绩获得本场竞演的第三名是疯狂囧乐园，疯狂囧乐园。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三位评委老师，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接下来我将公布中国喜剧力量第四场竞演获得第四名的小组是让我们掌声恭喜一七二组合，他们以68分获得了本场的第四名，谢谢。感谢三位评委的点评，然后让我们更有信心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原创的小品。下一期我们会更加努力，谢谢。接下来我将公布获得第五名的小组，他们是辣白菜五花肉，辣白菜五花肉。下一期争取拿到前三，谢谢大家。好，也谢谢辣白菜五花肉，谢谢。接下来我将公布第二名，获得第二名的小组是开心大瓷花还是地瓜呢？我想问一下三位评委老师，开心地瓜是谁做导师的？我怎么了？哇，你好狂，还怎么了？我还不读了呢，我还。通过沙溢老师的这种状态，我就能看出获得第二名的就是开心地瓜，恭喜开心地瓜，恭喜！我们是从第七一路逆袭，能逆袭到今天，我觉得我们努力的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想走得更远吧？哎，不，是取得更好的成绩。